报纸已经好了。形势在恶化，父亲决定不再沉默。他发表了信论，强力抨击日本军部。他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，而结果，他也早已预料到，他是日本的勇士。在他选择自己宿命的同时，也替我画下了命运的轨迹。 从现在起，我接替父亲，出任远东经济时报社社长。1932年5月，日本斋藤时内阁成立，史称举国一致内阁，军部地位进一步加强，日本开始了全面法西斯化。1933年1月3日，日军攻占山海关。 2月10日，进攻任何，国民党政府继续奉行一体抗战策略。于5月31日签订了《卖国的塘沽协定》。与此同时，欧洲也发生了一件大事：1933年1月30日，希特勒宣誓就任德意志帝国总理。一年后，正式成为第三帝国元首。 1933年，日本文化界人士在东京召开了远东和平之友成立大会。站住！站住！跑不了了！站住！站住！还跑！当然，这豹子是不是你妈妈办的？也成了军国主义分子的眼中。姐姐又是不是你妈妈？你妈妈为什么要反对天皇圣战？我妈妈没有反对。向导，跑！姐姐就是日本的叛徒，你们都不配做日本人！叛徒！叛徒！不配做日本人！ 没事吧？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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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他们天天打我骂我，怎么办呀？有这样的母亲真是感到耻辱。姐，我不想再上学了。我们走，离开这里。去哪？去一个能洗刷我们耻辱的地方。杨哥，请。不错啊，好像又回到美国了。这都是青天秀设计的。他一直怀念美国的生活。哦，你们有没有考虑回到美国呢？前些年还想，现在走不了了。请。他现在一直很忙，忙着办报纸，忙着机会，还参加议员的竞选。表哥请坐。你知道吗？现在已经有人称他为日本的反战之花了。是啊，青田先生已经去世3年了，而现在的日本比3年前更危险。青田秀不会有事情吧？这正是我来找你的目的。他现在已经上了陆军部的黑名单了。他会有危险吗？这个现在很难说啊。哎，
你要干什么去啊？我去给金天秀打电话，让他赶紧回家，路上小心点。你以为在家里那就安全了吗？全阳一手枪就是在家里被陆军军官开枪打死的。那我该怎么办？你现在让秦天秀登报修正自己的观点，声明自己放弃一贯反战的主张。这不可能，很难说服他，他执意要继承他父亲的事业。当初我真不该让你们回到日本了呀。说实话表哥，三年了，我经常做噩梦，就怕出事情，你说我该怎么办？我倒是有个办法，只怕是我说出来你不同意啊。是什么？你快说呀。这么伯伯，根本伯父啊。方子惠子。让我看看，几个月不见又长高了。伯伯啊，我都16岁了，是大人了。你们两个赶快回屋做功课，我和山本伯伯有话要说。我跟伯伯还有事情要说呢。就是我们有非常非常重要的话要说。什么事啊？伯伯啊，我们到外边说，你到我房间去吧。什么事啊？这么神秘？伯伯，我们想参军。山本伯伯，您是将军，你可一定要帮我们啊！可大日本皇军不招收女兵。有一所军校招女兵。陆军中野学校。中野学校？是啊，你一定听过吧？他们不仅招女兵，并且15岁以上就可以报名参加。你们可知道这所学校它是教什么的吗？当然知道，是为大日本皇军培养军人中的军人。不完全这样，中野学校那是一所间谍学校。是啊，间谍就是军人中的军人啊，是最出色最勇敢的军人。这件事你们的爸爸妈妈知道吗？不知道，我们也不想告诉他们。为什么？妈妈一直反对战争，是我们的耻辱。就是因为妈妈，全班同学都不肯跟我们说话，所以我们才要当兵，为天皇陛下效忠。那你爸爸呢？你们为什么要瞒着他呢？跟他说了也没用啊，他什么都听妈妈的，根本没有自己的主见。就是，他心里只有数学，根本没有我们。伯伯，只有你能帮我们了。中野学校规定，未满18岁的必须要有家长同意。你来签字吧。我不能签啊！等一等，等一等。说心里话，我也不认为你们应该去中野学校。为什么？中野学校确实是大日本皇军最出色的间谍学校，招生极其严格，训练也很残酷。我们不怕，我们的功课和体育都是最好的。他们的毕业率很低的，就算是能够顺利毕业，可你们是女孩子，怎么能够深入敌人后方去完成那些危险的任务呢？我们能，我们一定能。好了，惠子、芳子，听伯伯的话，战争是男人的事，你们应该好好学习，完成学业，听爸爸妈妈的话，并且照顾好爸爸妈妈。好吧，伯伯。我们听你的。有什么事儿吗？请立即跟我们走。你们是什么人？
我为什么要跟你们走？我并不吃惊，这一切迟早是会来的，因为整个日本就像一架庞大的战争机器在躁动，在疯狂中是不允许理想存在的。父亲的宿命是如此，我当然也无法回避，我必须面对自己选择的命运。这疯狂什么时候能平静下来？要想保护自己，那你一定要学会变通才行。哦，对啊，你快告诉我，怎么样帮助青天秀啊？你还记得情报部门向你发出的邀请吗？当然记得了，怎么了？如果你能重新考虑的话，青天秀的身份那就会因此而改变。即使有人找他的麻烦，那么情报部门也会出面保护的。不不不不，他不会同意的。要入情报部门的是你。我也不会同意，我的学术研究到了关键的时刻。你的祖国，你的妻子也到了关键时刻了。表哥，我需要考虑一下。那你抓紧考虑。我有个朋友在陆军部，他告诉我说他们随时都可能向青天秀动手。什么？他们为什么抓人？宪兵把青天秀抓走了。这样也好，至少暂时他不会有生命危险。暂时？我听说军方准备以叛国罪起诉青天秀，如果罪名成立的话，那后果非常严重。我知道这件事听起来很荒唐，但是军方既然公开抓人，我想他们一定是做好准备了。我要请律师，我要请全日本最好的律师。就算你请到了这样的律师，关键还在法院。如果法院也被军方控制了呢？怎么可能呢？法院是讲法律的，日本是个有法律的国家。那你就先试一试。惠子芳子，你们的妈妈出了点事情。我早就跟她说过，她要继续这么做，迟早都要出事。我和你山本伯伯现在就去看她，你们留在家里，不要再出门了。妈妈会被判刑吗？应该不会吧。你们有什么话对你们的妈妈说吗？没有。惠子，进去吧。姐姐，妈妈真的会坐牢吗？叛国罪会被杀头的。不会的，你骗人！妈妈，让我们祈祷吧。我有一种预感，青田秀不会屈服的，他似乎早在等待这一天。我也有所预感，过去的暗杀都是些狂热分子的个人行为，而这一次却是军部出面抓人。
这说明陆军部已经决心要把全日本都变成军队了。哥，现在可以了，我都联系好了，你现在可以自己进去了。表哥，太谢谢你了。嗯，可惜我的能力有限，我能做到的也只有这一步了。你要记住，情报部门的邀请一直有效。部级建筑犯人，他犯了什么罪？你们为什么抓人？我告诉你，你再不守规矩，我立刻请缨回见。好了，抗夫，坐下吧，咱们说说话。准备进入。他们到底为什么抓你？不许讨论案情。行，我要给你请律师。不必了，没有用的。不，我要给你请最好的律师。日本律师不行，我就到美国去请。真是个书呆子。这是什么？这是陆军部帮我起草的声明，只要我同意在我的报纸上发表，我现在就可以回家。那你到底为什么不同意呢？你先看看再说吧。你是不是觉得我也不该同意啊？不，我觉得你应该同意。可是我知道，你是不会同意的。还是你了解我，我要是肯妥协，根本就不必走到这一步。秀，你太像你的父亲了。是，爸爸要是肯妥协，他到现在还会好好的活着。我真的搞不懂，就算你们是对的，日本不应该侵略别人，可是你们为什么不能少说一句，甚至可以不说？这个问题我们已经争论过很多次了，还有必要再说吗？当然有必要。你父亲是被暗杀的，凶手现在还逍遥法外，你又被抓起来了，甚至连一场公正的审判都不会有。可是总要有人坚持，总要有人说出正义和良知的声音吧。说出来又有什么用？除了赔上自己的性命以外，你以为你们真的能够制止这场战争吗？就是因为有太多的人像你这样想，日本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行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这样做除了父亲的因素，
是不是和他有关系？你指的是文卫俊？是的，我承认，是和他有关。果然让我猜对了。不不不，这和你想的不一样。我这样做。 不是因为和他的感情，而是基于对他的了解。我看不出来到底有什么分别。你对文卫俊也很了解，那我问你，你和他之间谁的各方面更优秀一些呢？我们两个都差不多吧。你是日本最出色的数学家，秀。 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想说的是，我们日本人并不比中国人更优秀。我们有什么权利去杀害他们，去抢夺他们的土地和资源呢？好吧，就算你说的是对的，可结果又怎么样呢？日本军队在中国没有受到任何有组织的抵抗，你知道吗？这就能说明我们是对的。秀，我求你了，我求你别再坚持了，我们只不过是普通人。 我们改变不了历史，你甚至连你自己的女儿都改变不了。孩子们好吗？他们都好。他们知道我的事。知道。他们怎么说？ 都很关心我，你不要骗我了。我自己的女儿我还不了解，当时也许会关心，可是惠子，她性格里有一种极冷的东西，她才16岁，我已经看不清她的内心。 发现吧，反正他现在顾不上咱们。再说了，明天就要考试了，今天一定要找到印章。会见时间到。 妈妈了吗？见到了，她还好。她什么时候能够回来？不知道。她会死吗？不，不会。放心吧，我会不惜一切代价把妈妈救出来。
现了吗？发现什么？当然是他的抽屉了。他没说，我也没问。太好了，只要过了今晚，我们就没事了。你一点也不关心妈妈。我一定要考上中野学校，成为全日本最出色的女英雄。好了，到操场去等候。是。站好了，你们俩站好了。你好，我叫小野平。我叫山本芳子。不许说话。要坚持。他们两个是亲姐妹，16岁，他们的父亲已经在报名表上盖章同意了。考试开始吧。报告。姓名？山本惠子。年龄？16岁。学校和学历？东京第二中学高中1年级。好了，山本惠子，下来听我的口令，向后蹲。山本惠子，你现在来说一下我的桌子上都有些什么东西。有香烟、打火机、茶杯、军帽。香烟的牌子是虎牌香烟。还有什么东西？还有一支钢笔、一把手枪和几发子弹。几发子弹？3发。不，是4发。还有什么？继续回答，快点，我命令你快点回答。报告，没有了。不对，你还有东西没有说完。确实没有了。你敢肯定吗？我能肯定。如果有什么遗漏该怎么办？你可以枪毙我。是吗？好了，你转过来吧。是不是有什么东西遗漏了？我没错，刚才桌上没有手帕的。你的意思是我骗你？我没有这么说，可是刚才桌上确实没有手帕。我枪毙你。当然，只要你肯承认错误，我可以不承认。我给你3秒钟的时间。一、二。我没有错，你不能杀我。三。我可以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可以重新选择答案，时间还是3秒钟。那你杀了我吧。
为什么一定要死？我唯一的机会就是考上中野学校，否则我宁可死。恭喜你，山本惠子，你被录取了。不是了，我们听到枪声。什么？谁欺负你了？你告诉我，我跟他拼命。傻丫头，谁敢欺负我啊？刚才的考试太可怕了，姐姐现在是担心，怕你考不上。考不上就考不上呗，反正我也比不过你。那可不行，你一定要考上。是，我会尽力的。你都考了些什么？你是谁？我叫小野萍。我不是问你叫什么，我是问你跟我妹妹在一起干什么。姐，人家是关心你。我警告你，离我妹妹远一点。山本芳子。姐，我害怕。害怕也没有用，你一定要考上。是，我会尽力的。山本芳子，你能不能说一下我们的桌面上有什么东西？帽子，杯子，还有呢？还有枪。那还有其他的吗？山本芳子，你可以走了。谢谢教官。等等，你是山本惠子的妹妹？是。你觉得你这种成绩可以考上中野学校吗？不能，我记忆力差，反应也不够快。那你为什么要报考这里？你应该知道，这里的考试是非常严格的。知道，可是，可是什么？有话快讲。是我姐姐要考，她让我来的。你姐姐？你很听你姐姐的话吗？是，从小到大，我一直听她的。你很爱你姐姐？非常爱。那你肯让他去死吗？肯。什么？我听不见。我肯。大声点，我听不见。我肯让姐姐去死。好。队长。你姐姐刚才违反了军令，我正要枪毙她，你替她去死。对准自己的太阳穴。开过枪吗？开过。很好，扣动扳机吧。我最后再说一遍，如果你不死的话，你姐姐就必须得死。你们姐妹两个人只能活一个。如果你做不来，我可以帮你。如果你放弃，大可以离开这间屋子。可是你姐姐就必死无疑了。听清楚。
我数到三。这个学生我要了。虽然他不如他姐姐这样优秀，但是在关键时刻他会成为他姐姐最可靠的帮手。还有一条，这姐妹两个人共同拥有一个间谍最重要的素质，那就是出手果断。文先生，将军在那等你，请。谢谢。好，文先生。将军，这位是毛祖和将军，你们早就认识了吧？是，是的，我们认识十几年了。啊，请坐。谢谢将军。今天我将毛将军请来，是特意让他来亲自向你传达姜委员长的指示。梅先生，姜委员长对中央大学密码系的教学工作非常满意，尤其对文先生的密码破译才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。不敢当，除了组织和教学，我没有做过什么破译工作。文先生太客气了，张作霖和阎锡山使用的密码你都破译过，姜委员长在几次军事会议上都以此为例大讲破译密码的重要性。那都是几年前的事了，现在我们最大的敌人是日本，而我却一直没能参与实质性的工作。实质性的工作你想参加吗？当然想。很好，你继续说。文先生，现在局势非常严重。我知道，日本人占领了东北之后又在打华北的主意。姜委员长刚刚下令要立即成立密电检疫所。密电检疫所是专门针对日本人的密码破译机构。可据我所知，调查局和中委会已经有类似机构了。他们的任务主要是对内，规模也都偏小。军委会的密电检疫所规格很高，将由一位将军出任所长，在编制和经费上暂时没有任何限制。既然中日迟早要全面开战，我们确实需要这样一个单位，我能做些什么？委员长亲自点名，由你出任军委会密电检疫所中将所长。我中将所长？对。魏军兄，恭喜了，你的军衔比我高了。可我只是个教书的。你不能再回去教书了，中央大学密码专业的事情你务责另一个人来接替你。我能考虑一下吗？可以，但是要快，委员长在等着我们汇报。我干不了这个所长。为什么？我是个读书人，一辈子在大学里自由散漫惯了，对军界和官场的规矩一窍不通。可你是中国密码界第一人，国难当头，我责无旁贷。祖和兄，能不能让别人当这个所长？我只要做一个密码分析员就行了。老兄，你可真会开玩笑，你推辞的可是个中将军衔呢。我跟着委员长鞍前马后这么多年，才是个少将啊。我担心的正是这个。每次到军委会来，面对那么多的军人，我都会有一种压迫感。军人离我实在太遥远了，我无法想象我穿上军装会是什么样子。让我看看，你穿上将军服
一定很惊人。祖和兄，不开玩笑，我心意已决，我要给蒋委员长写信，感激他的器重，但是我真的恕难从命。刚入学的新生？是啊。什么系的？政治系的。为什么要学政治？你不会是喜欢上老师了吧？为什么不能啊？他可是中央大学最年轻的教授。我实在不能理解。我也不能理解，我们行动处的任务就是打日本人，抓共产党。我要你以最稳妥的方式把这个人送进密电所所长荣瑞军的家。是。我要派你到他家里去当佣人。为什么？你皱着眉的样子很疲惫，我知道做个男人很累，就用所有温柔给你抚慰，而你却冷冷相待。